哎，有接到喂。今嘛，你咪过桥卡未？今嘛被人过去轰了乱叫啊！好好。我这边，你再给我一个，这边。好啊，陈志文，你个麻烦你个陈志文上去，来来。你有看老师吧？老师。最年轻的。这个是小三小四了啊。来来来来。没关系。真给来给，再给我等会真给我。咱拢同学卖给你，你只管当老几。咱今仔日吼，咱所有咱台湾两国咱在乐琴班，咱在同学，咱在朋友，宜兰社大屋，好、哦，咱在同学，大家咱到店家店家来吃一个买个吃一个饭嘞，哈，啊下晡吃饭耍，啊再来起来山顶，大家来山顶开讲，好、哦，啊今仔日的聚餐，咱的台湾。念歌团的负责人哈，柯文秀老师又给咱道出一挂，跟赞助一挂参与啦哈。好来，咱给伊个柯文秀老师感谢一下来。谢谢。啊，今天非常欢迎大家人来到这个龙潭啦哈，这个叫做汉霞餐厅来，咱先欢迎这个礼拜一暗时伫慈父宫的特红。乐琴班，乐琴班，啊，这个这边，礼拜二晚上，辽宁街乐琴班来，这边好，这边是礼拜三下午乐琴班来，好，那边礼拜四宜兰社大，哎。这边是中华彰化乐琴班，所以这边咱人较少，这班就是沙鹿的北市国小，来，好来，我甲报完，大家人继续跟加，干啦，干啦，好来，谢谢。文生老师，他在继大概三四年前开始，他自己出来啊招生，我们这一批从台北开始最先的这个学生，那、其实他的路程也非常艰辛啊，毕竟他还是有一个系统，也就是从昂水丁老师这个系统啊延续下来了，他是。还蛮庆幸的一件事是，慢慢啊退流行的过程当中，开始要变成今日要一种历史去，所以叶文生老师伊伫个这几年当中啦吼，开始搁要唤起着，唔好忘记咱本土文化的意义。
了解伊是同拢会晓。啊，伊住伫迄个大稻城戏院搬顺哦，我看伊踮伊大大贡献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乐乐琴吼已经袂弹，因为伊认为乐琴伤简单啦吼，啊，所以伊拢伫弹迄个大贡献啦吼。啊，伊真正是吼，他可以脑袋，你看伊拄啊，伊唱歌吼，他不用看歌词，不用看谱子，伊在大家你若讲完互伊听，互伊听，伊就随个唱出来。啊，再嘛，这是已经是国宝级的啦吼。啊，算讲已经是真正失传了。啊，幸好做即马即个时阵，啊，阁有叶老师吼，伊愿意家安尼一直在努力，讲要家即、這个又伊个所学，就有传接家因个学的吼，来尽量家留下来。即马就是因为听叶老师讲，伊即马伫个时间赛跑啦，吼、哦，伫个时间赛跑。希望讲有传接啊，甲米珠姨啊，甲宝贵啊，伊当活愈久吼，咱会当学愈多。这三个国宝吼真难得，阮之前吼嘛捌听过迄个米珠阿姨吼唱过歌吼，啊，真无简单啦吼，啊，今日阁看到这王玉川老师啦、陈宝贵老师吼，因下这弦啊啦，也是讲唱歌吼，拢真真特殊吼，啊，阁真有韵，古早迄个感觉吼，嘿，啊这啊，该学起来吼，应该会真好啦。今日看遮济朋友吼，安尼大家做伙吼，啊，希望阁愈济人吼来学这个物件，嘿。啊，我感觉叶老师伊足热心的啦吼。虽然阮彰化有较远，啊，不过伊嘛是逐礼拜为桃园遮吼开车去甲阮教。啊，暗时才搁家己搁开车回来吼，啊，这个热情甲热心吼，真正是让人感动嘿。我的老师是洪水丁老师哈，伊离开以后，我感觉伊咧推撒这个活动哈，也袂讲真成功，所以呢，我就把这个担头甲担起来，我继续推撒。啊，我感觉经过这几年的努力。即马有淡薄仔成果出来安尼，我实在是真欢喜。看到这些学生有没有很开心？哦，真欢喜哦！哎，老伙仔，都因为咱出来甲遮市民，俺老老的，俺家滚滚来真欢喜个。啊，无伫厝个，干呐我一个啊在，阮老的家做官啊，尔，阮哪有啥人讲啊，就无啊。啊，出来大家嘻嘻摇摇安尼，安尼讲东讲西讲笑啊，无啥安尼，安真欢喜啊。啊，这就是糊弄人，当安尼自己过自己就好啊啦。啊，别人恁袂想烦恼。啊，身体袂爽快无？身体无爽快，是安尼。身体只是拜，伫拜咯。过去，就袂过去去病院检查，讲我迄脑要中啊问题，头壳会晕咯，迄要中。中风的问题啦，叫我叫咱注意，是要安怎注意啦？这无可能啊！代志，这伊吼，啊，低空飞啊啦，做出啊一下就昏去啊，就唔知啦啊！再有，那什么唱连歌就无，足无啊久，得唱歌唱到昏去全死咯。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，身体袂动。春天花蕊正
来。